好，我是牛妈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手残党也能一次过的海绵蛋糕。先把三个鸡蛋蛋清蛋黄分离，无水无油的容器里依次加入牛奶、玉米油和砂糖，搅拌让白砂糖融化，筛入蛋糕粉和玉米淀粉，搅拌成细腻的糊状，加入三个鸡蛋黄一字形搅拌，鸡蛋清分两次加入白砂糖，打到硬性发泡，能拉出小弯钩就行了。把三分之一的蛋白霜加入蛋糊里，从下往上轻柔搅拌，再把剩余的蛋白霜加入蛋糊里搅拌，不要打圈圈哦。从10厘米的高度浇入模具里，在桌面上震几下，击碎气泡，迅速放入烤箱，出炉要倒扣2小时，冷却以后才能脱模哦。